应该是后面，好糗，走开啦。Hello， 林小朋友，哥哥早安，欢迎。走开啦。阿丽的真面目。真的一直叫人家走开。孙悟空早安，谢谢阿丽先生直播间。现在是早餐时间，夜雨早安。现在人家都要午餐。谢谢分享，桃瓦哥早。你就是一只小猪。你才是一只小猪嘞，胖的跟什么样？别让我抱你的体重。Hello， 伊卡早安，日文那个早安，燕坤早安，希望早安。今天是我猪生日，我猪，昌神早安。谢谢家叔，喂，你早安，好久不见，家叔。切尔东早，大汤早，谢谢宇昌神送的防疫口罩。阿哲早安，兄弟生日，没错，今天是兄弟的生日。先不跟他说，没什么惊喜。走到飞欢迎一个星期了，对啊。早安，姐姐，今天跟姐姐出去庆生吗？没有，晚点会见面。哎呦，我的热狗飞出去。飞温欢迎，傅伟欢迎，四涵欢迎 ，Kevin 欢迎，早安。今天呢，要跟祖祖去秘密基地。蛋饼同学早安，我不会第一个跟他说，绝对不是第一个。我们群组已经有人祝他生日快乐，连我都还没说，一句话都还没说。对啊。整天不表达是最大的惊喜。对，今天是兄弟，可以快去祝福他吧。孤城安人，谢谢哥哥的肉骨茶。早安，草莓酱。圆滚滚早安，欢迎。祖祖昨天期待有钱人跟他说生日，他今天没有。我绝对不会，我知道我昨天12点快1点才睡，但我故意不跟他说。我这次都不要跟他说话，就是都不要先祝他生日快乐。哇，后面的 ，Hello，、什么？嗨嗨，极可爱之旅，哈哈，谢谢草莓酱。可能有些人被忘了生日会记恨，真的吗？祖祖不会啦，他个性好，他是开玩笑的。但其实我也不是故意不跟他说，就觉得说，就是感觉晚上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才有那个真诚的感觉。阿丽要当最后一个嘛，然后忘记说，哎，我之前会这样来，就是以前在班上，然后就要祝人家生日快乐，然后说要在可能11点59分，然后结果都忘记睡着。忘记。这样。第二个，你先说。兄弟没在说生日快乐，要说你老了。本王欢迎，本王。晚都要带我去流浪，哈哈哈。坤坤早，安安呀，坤坤。Hello， 双年，谢谢草莓酱的肉骨茶。如果是很好的朋友，不会忘记的。但是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哦，觉得很幼稚，就想说哦，11点59分啊，我说
说什么生日快乐这样，结果呢忘记，超笨。Hello， 空白，欢迎，我是卡卡罗特。之前那个名字一进来就说一个改名啊，孙悟空是卡卡罗特。我想说这是谁啊，新来的人。阿里罗嘎斯瓦 ，Hello， 罗嘎斯瓦。本丸，谢谢你的新之冠，今天这样像小公主。谢谢本丸。胡乐，欢迎。早安呢，小模仿。欢迎，欢迎！我现在在吃早餐，早午餐。今天起的比较晚，明金欢迎。最近比较累，最近工作比较累，自己工作比较累。Hello， 嗨嗨，明金。小龙，欢迎，是吗？小龙。我在煮乌龙面哦，我想吃，我喜欢吃乌龙面。我在吃蘑菇面。新来的不会有勾勾啦。勾勾哦哦，你是说那个，就是你的名字旁边会有个勾勾，黄色的勾勾，那是有什么差别？有黄色的勾勾，有紫色的勾勾。燕燕燕，欢迎。你不要在我后面玩床那个哦，荒野哦。连续剧跟播几场？什么连续剧？哪一个？哎哎哎，欢迎。勾勾颜色表示连续来看你的次数哦。其实没用。紫色是跟播20场以上，哇，那就是加速，加速，还有阿鲁，你自动多一个字，什么多一个字？荒野之啊、哦，我刚想讲传说，好，讲错，荒野这么好玩，为什么不能玩？因为我会想玩啊，我没手机玩啊，我姐在玩，然后我就会也想玩了、啊。我觉得你下次可以游戏直播。游戏直播吗？但是我没有手机，手机在那边。感觉铁板面好吃，真的，我超喜欢吃铁板面。Hello， 很晴，欢迎。连播跟播，连续跟播不是连续剧啊！啊、哦、啊、哦哦，对不起，我刚不知道嘛。大地欢迎。人好，欢迎。他们有人在玩荒野的。你们有人在玩荒野的吗？我姐很会玩哦。阿丽超厉害。我姐也很厉害，我们每次都会晚上玩，玩到很疯狂，一定要吃鸡才行。而且要一群朋友一起玩。对，要4个人、5个人啊。阿丽是队长。没事，加速。又来就好。我每次在荒野，我都是队长。他说跳哪里，然后要去哪里，然后你就会吃鸡。没事没事，空白，没事没事。我姐是属于那种打很多人，见一个杀一个。我是可以知道地理位置，我很熟悉他的位置，那个地图。以前玩，但我比较喜欢玩 PU。那个是什么？没听过。布丁欢迎您，谢谢分享。没玩过欢迎，大家都没玩过。哦哦。俊颖欢迎，没关系，没玩过没关系。姚欢迎，您一真的小丸子欢迎，深深糖欢迎。你的早餐好像很香，真的，姐姐买的很香。现在在学校统测，还在玩手机，嗯，怎么还在玩？跟老师说，那阿丽姐姐先加我们好友吧。那你叫什么名字？你小朋友叫什么？你的 ID， 我只跟很厉害的人玩，没有来开玩笑的、啊。那你们看我吃饭会不会很饿？很饿。下个起点来了，欢迎，不准偷看，欢迎，英子丹，欢迎。
真的，我吃厚片，然后热狗，然后铁板面，我吃很多吧。就是吃鸡，只是英文啊、哦。吃鸡，吃鸡是哪一个？吃鸡跟荒野不一样。一样一样，他其实像求生也是吃鸡啊。哦。他其实。好，那你去玩荒野嘛，搞不好我们会遇到。我玩的不是排名不高，不多。我玩的不多，排名不高，我只是匹配得到机器人。我们也会常到电，就是有些人会应该是电脑，他就不动，然后给你射。Hello， 鱼尾狮，欢迎威尔森，欢迎史汀宁，欢迎。哦，绝地求生也是奇迹手机哦，我知道，我有玩过，但是他不是五十个人吗？我不喜欢玩那种很快就被射的人。没有，那不是绝地求生嘞、欸。哦，对。对啊，那五十人啊。C H 欢迎，不同名字不同公司做，对我知道，但他是五十个人。阿丽会玩大逃杀游戏吗？不会，我现在只有玩过传说跟荒野，就这样。阿文欢迎，武士欢迎。我都落地成盒。是吗？荒野行动就是大逃杀游戏吗？是吗？是哦，我不知道哎、欸，我只知道它名字就叫荒野，我不知道它叫大逃杀游戏。早安啊，阿文。西兰没有，他真的叫阿文。那个有人叫阿文，他的文不跟你一样，他是没有玉字旁。西兰欢迎。修马赫欢迎，是吧？哦，是吗？那谁有玩、啊？我们可以常一起玩。啊，王承炫出道吧！这个名字我喜欢，因为我有看《青春有你二》，我喜欢承炫，他都这样，小恶魔，小恶魔，他不叫，台上是小恶魔，他叫超可爱，他的那个表情包。早安呢、啊，出道吧，承炫，对，承炫要出道。陈炫要出道，没错。吃面，然后嘴巴要有戏，大家这是游戏种类了。哦哦 ，OK， 我懂了。你知道吗？我是笨蛋，我是游戏笨蛋，我就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卢小霞，欢迎，不能一起玩啦。我是说可以遇到的话，哪一天遇到？有跟祖祖说生日快乐吗？他昨天猜你会第一个说 ，No， 我不会第一个，谢谢。我要见面说才有那个意义，用文字是没有感情的。加速，谢谢你的 love， 好多，你送太多了，陈家树。晋升欢迎，幻风欢迎，杨神欢迎，加速谢谢你的 love， 日文欢迎。见面说比较有诚意，没错没错。悬崖欢迎，都当荒野行动队长了。然后呢？怎么还是游戏？笨蛋！就是我一直玩这几个游戏，其他我不怎么玩。队长不是代表他聪明，队长只是他会一直发号施令。对，我只是爱发号，我不一定很厉害。我也深谢谢你的玫瑰。见面说的的确比较稳，他发号施令发号的很厉害的。因为很常玩，就很熟悉那个地图。你只要去玩别的地图，我是没办法。会吗？我觉得不会啊，大唐，我觉得玩得很开心耶，超开心的，我玩到很嗨，真的是极尽嗨，我都会说，他们就是我姐姐，她就是很冲的人，她就会冲冲冲冲冲，不知道冲去哪，她看到空投，她就会去捡，然后我就跟她说，先不要，先不要，先过来。然后有时候不听她的，我就被射死。对，这是活该。阿文，谢谢追踪。大家都这样，换一个地图，一开始都懵了，真的。姐姐罗嘎苏啊，刚刚还说，他跟你说罗嘎苏啊，加油，你好。你问他姨妈啦，我昨天取了一个名字哦，新名字。他问你说姨妈啦，露鼠的意思就是，你叫什么名字？
冲空投很容易被杀。对啊，我姐就每次都冲第一个，我都不想去救她了。我属于比较慢的，我不冲，我也不慌，所以我适合当队长。浩伟欢迎。以前跟朋友一起玩都是负责指挥，对啊，我们是指挥官，跳伞都跟开车的哦。我开车很烂烂，超烂，烂到不行，因为它很容易就是会撞到石头什么的或翻车，所以我不会开车，没驾照，不好意思。那你骂蓝露是我空白哥，空头是诱惑，但是诱饵，但里面就是很多好的东西啊，就很多人想去捡。KAI 欢迎，黄鱼欢迎，若露一笑欢迎，早安。谢谢阿文，阿文的露骨茶，柠檬早安，气儿欢迎。不要冲空头，我都会埋伏别人，引蛇出洞。哎呦，你适合当队长哦。狙击手 ，snapper。有驾照那个还是不好开，但我姐开得很好，我姐很会开那个游戏里的车，她什么车都能驾驭，很厉害。我现实生活中也很会开车。对，她现实中她开车很恐怖。我都职业伏地魔。哦，我们前几天玩了有一场，然后因为我们每次要吃鸡的最后，因为我们都四个人一起嘛，然后那时候就剩下五个人，然后我们就已经在一个很小的圈了，一直看不到他，然后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他还在跑圈，然后最后他会在圈外死之类的，因为我们很常遇到这种时候，结果他就躲在一个房子的旁边，然后我就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我们绕了快五分钟十分钟都还没人，他躲得超好的，结果他就突然射我一枪，然后我就赶紧跑到房子后面，就看到他趴在那里，他在瞄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很害怕，他一定很害怕，因为他是四对一，他只有一个人，就最后就射死他，我就赢了。哪一种开车？不是哪一种开车，别想歪啊！先大家是真的开车，是在马路上开车的开车。我也先谢谢分享，谢谢柠檬送的蓝色芋圆棒，开车碾人超爽，但有时候都碾不到人家哎、欸。真的很会开，想碾。所以我姐很会开啊。佩佩兄欢迎 ，YAN 欢迎。游戏真的是很好打发时间，但是我姐已经中毒了，一打是很难。对啊，所以那个人应该觉得很生气。有一次最后一场一打三赢了，哇！阿如你也太厉害了吧，丁丁欢迎，你太强了，跟你打应该会死掉。晨晨欢迎。赢的几率太低了，但阿鲁刚刚应该可以赢。商们欢迎，谢谢分享空白。灰原欢迎，每次本丸在他都不说话都不聊天。本丸你会玩游戏吗？本丸，哦，是他们找不到我们，那应该就是我跟我姐那时候我们也找不到他。是因为他发射了他的枪，我们才找到他的。如果他是用那种消音的枪，那应该完了。啊、哦，玩 Switch， 我最近因为我朋友也有 Switch， 我们常去他家玩，那我们都会一直玩煮过头，超好玩的，超级好玩。我们都会也是分配，但是这个游戏就不是我是队长了，是他们分配，我就负责煮。他也许想要一个解脱，解脱是肯承认，煮过头是考验友情游戏，没错，所以就大家玩的时候很好玩。那你玩 Switch 你都玩什么？本玩，我也想买 Switch， 很贵，超贵，我也想买，但我们现在没钱，我们只能玩朋友的。加速是怪咖，什么都不玩。我以前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玩呢、啊。我等 PS5 有 PS 什么时候会出啊？
我们家有 PS4， 那我姐都没在玩。你们成员不是很迷动森吗？我不会玩那个，我喜欢玩那种团队一起玩的游戏。最近在玩动森，很多成员在玩。动森是什么啊？本玩小兔欢迎到底是什么？咦，现在是 Q 哥时间吗？没有，就看到解脱就来 Switch， 我最厉害，玩马里奥赛车啊，马里奥。你是玛丽欧派对那个吗？那里面超多游戏，我们喜欢玩那个抢镜头。我从掌机就开始玩了，掌机，动物之森，就是那个 Game Boy 啊。哦，那你蛮厉害的哦，林小朋友，游戏王，叫你游戏王。动物之森到底是玩什么的 ？Hello， 嘿嘿，欢迎。冠军欢迎吃货，我是吃货，没有啦，因为我肚子饿，就是要吃。PS 买了一个月就封尘了，跟我姐一样，她也只玩，她买那些骗子也没在玩。我没有买那个二 K 那个吗？打篮球的吗 ？PS 我说打篮球。二K 十九万。对，我们那时候我们买啊，我姐都没在玩了。哦，那里面是在干嘛？对 ，2K， 对 ，NBA， 我们都没在玩，买了都没玩。他在玩吃鸡，你有听到枪声对不对 ？Hello， 法兰克，安娜 baby， 欢迎，是安娜姐姐吗？魔物猎人几乎都可以一起过关。就是我很喜欢一起玩的那个感觉，我一个人玩游戏我是不会玩的。在天欢迎，宋江欢迎，他现在在吃鸡，他在吃鸡啊！而且我们每次都会，他会跟别人聊天，就是有时候会有话筒，然后人家都会聊天，他就会跟别人聊天。PS4 这么贵，买来不玩很可惜，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姐在干嘛。哦，我姐给弟弟玩了。小皮欢迎。我之前有那个 PS Vita、PSP 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后来，最后我就。哦，安娜姐姐没关系。Hello， 小谷欢迎。帮我问你姐，好，有没有缺妹夫？天哪，她才不缺。哎，那有人问你缺不缺妹夫了？我缺男朋友。喂，他自己缺男朋友了。钓鱼、挖矿、收集素材、制作东西，跟游戏里的邻居互动。哦，那好好玩哦！我以前有玩过一个游戏，但我一直忘记，那个也是电脑可以下载的，它是真人的模拟的游戏，那叫什么？啊，忘记了。反正它就是可以，就是过，可以生小孩啊什么。找老公啊，谈恋爱什么，然后去健身运动什么都有，盖房子什么的。哎，那个游戏超好的，那个要买。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我婶婶那边玩到的，然后就很喜欢。花花欢迎，但我忘记了。嗯，模拟市民的。那个游戏很不好。好玩。那超好玩的模拟市民，现在不是有新的什么吗？我不知道。好，可以帮姐姐征男友。我姐姐她个性，嗯，她今年25上。欣怡欢迎。哪能25上？25上就是25岁以上啊。27就27，25岁以上。一定要这样的是不是？我不想报啊。好像是那个哦，家属 Happy 乐欢迎，哈哈哈！姐姐常常冒出来有趣的旁白，她很烦。我宁愿她唱歌，我也不想要她在那边在那边吵我。好了，送你一个声音吧。好啦 ，Happy 乐，谢谢直播。年龄就这样说出来了，27岁谁要你呀、啊？那么老。嗯。而且你长这样。我告诉你，小心，等一下看直播的人就26、27岁哈。对不起 ，sorry， 姐姐完全不在意。我姐姐个性是有点，脾气有点暴，然后但是很会做事。棋子是暴。
姐姐上次去帮我们采安竹笋也辛苦了。哎、欸，我姐也会采竹笋哎、欸，她领头哎、欸。他这边砍树，你比较会好不好？因为阿力很瘦嘛，因为我太胖了。他很胖，他很快。阿力很细，然后因为竹子是很，就是非常密。是不是你姐姐？没关系，表姐。二十七还好，爸妈都说三十岁后再结婚就好，真的。我要四十岁，怕爆。长那样，他就长得很，他就长得很酷。我姐姐长得很酷。本晚不用跟姐姐说辛苦了，她这四周欺负我，我符合阿丽的条件就好。你会打猎是不是？所以在竹里面听得到爆的声音就是姐姐了，因为姐姐她都会踩爆竹笋，踩爆竹子。棒，他太胖，瘦四十岁的阿丽，还太老了吧？四十岁你们应该不想娶这么老的人吧？再学再学，加速加油，要注意安全。然后如果用到三柱的话，跟我说。有空投。别冲了，姐姐，别冲了，别冲了，要小心啊！别吵。而且姐姐会学蜡笔小新，应该很受男生欢迎吧？什么意思？你学一下蜡笔小新。我不懂哎，会学蜡笔小新为什么会受男生欢迎？只是收没有取呀、啊，收到你家当洋娃娃。小易欢迎灰原，谢谢你的玫瑰。吃鸡应该也算打猎吧？你是打人吧？哪是打猎？Hello， 法兰克，欢迎又回来。也许有很爱小新的男生。陈静美要去哪里？你妹妹要去吗？我上次她去吃早餐。也许有很爱小新的男生，你有没有听到？有很爱小新的女生，是我。王承炫出道，欢迎回来。是不是你很喜欢承炫，所以你的名字就改王承炫出道吧？姐姐什么时候也来播？他不喜欢直播，他喜欢面对面聊天。我要当小新，你当小新就好，那我就可以每天跟小新聊天。欢迎欢迎，谢谢你分享直播间，谢谢陈炫出道分享直播间。我要改名叫小新，你叫陈小新好了，陈小新好不好 ？Andy 欢迎。我还蛮想看你姐跟你是不是长得一样，不，当然不一样，她不是我亲姐姐。我亲姐姐长得跟我不一样，我姐姐已经嫁人，我亲姐姐已经嫁人，她已经生了四个小孩了。陈小新欢迎陈小新。那你的陈小新，你的眉毛要像蜡笔小新一样粗。浩伟欢迎，谢谢追踪，谢谢追踪。要出现一堆小新了，对啊，一定四个，我亲生姐姐生的四个，而且她真的跟我长得不一样。我姐就是因为我的眼睛是家里面最小的，然后我姐姐眼睛很大，对，可能大我两倍吧，还是三倍，总觉得超大。然后我鼻子说挺也不挺，但是就是刚刚好。但我姐是超挺，她的挺到有鹰钩鼻，然后她的嘴巴呢，也跟我不一样。我的比较小，她的比较大一点，然后她的脸呢，但她因为怀孕，她生小孩，她已经很胖了，所以她的脸变胖。那她以前很瘦，我有婴儿肥，但我姐姐没有，我姐姐真的是熬下去的。Hello Happy Love 欢迎，那你可以亲一下姐姐啊，就是亲姐姐，什么意思？好好笑哦，好好好。来，姐姐，表姐亲一个，你就变亲姐姐了。我听到了，哈哈哈。威尔森报道 ，Hello， 威尔星，欢迎。
也是一个小心音。看看什么？大良贝就是少女漫画主角，但我姐眼睛真的很大，真的很大，三倍整个眼睛，没有，这是夸是吧？但他每次骂小孩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睁超大，他就这样，超大。我哪会骂小孩？哈哈。我不是说你，我是我亲姐姐，谢谢。吓我一跳。你眼睛还是家里最小，你们是不是骆驼的后代？哎呦，他眼睛也很大，我姐她旁边那个眼睛也很大，所以我是说我是家里眼睛最小的。你问他是不是？确定是同家的吗？差那么多岁是捡回来，但是我们的五官都是很深邃，所以就是觉得不会是捡来的。因为我外公外婆都长得，我外公也是长得很精致，就是他有点像外国人，然后我妈也像外国人，然后我爷爷奶奶呢，我爷爷就也是眼睛很大，然后有鹰钩鼻这样子。我们家鼻子应该都算是挺的，应该都算是挺的，没有，就是，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只是差别就是很大跟比较小，跟很挺跟不太挺这样子。像我就长得很粗糙，有吗，阿鲁？不会啊，阿鲁，你不要这样说你自己，看看一下你，啊，你因为你的脸都是泡沫，所以看不到你是粗糙还是什么。我是小新，但我不会露屁屁的。他的小象啊，我最喜欢小新这样子，也会露屁屁。哈哈，长得很粗糙，不是粗糙。你要喜欢动感超人吗？动感婆婆，怎么听起来不像太阳？不是太阳族，不叫像少族。嗯。其实我也真正不知道少族长什么样子，因为不叫少见少族的人，因为通常都是身边的人应该是阿美族啊、台湾族啊什么的，就很少看到少族的人，所以不知道他们大概的长相是什么。因为你一看，可能看哦这个人哦他就是阿美族，一看就是知道，因为我们常看阿美族的人嘛这样子，然后看到泰雅族啊，他一定就是泰雅族，一看就是跟我们同族的这样子。阿鲁哥哥最帅了，真的。阿鲁哥哥，阿丽长得那么精致，哪会粗糙？嗯，脸太圆了。哎，我以前长得很粗糙啊，脸太圆，然后因为五官都集中在一起，所以就长得特别丑，在家里面。你不要这样说自己啦，丑女。那个人是说公三桥吗？不要，我不承认。我帮你念到，我知道你不敢念。我不会念龚小小，我最近在学台语。我跟你讲，昨天，因为我妈很喜欢看《多情城市》，然后阿丽吃晚饭的时候，然后就在那边演说什么，哎，我也想演台语剧，然后我就说好，那你试试看。她就给我在那边讲剧情，她就说我开门之后，然后就是你老公挽着我，讲我是小三，然后你要就是示弱，然后我要很凶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这样进场，一起去。我爱小纪，小纪哦，我不会讲台语啊。我爱纪明，你跟我吃，你跟我吃吗？嗯，纪明是我的老公，不是你的。哈？是你的老公？嘿，我是查某。什么？老婆怎么念？某。哦，我是。伊的某。伊的某诶。某不是某诶，某诶是啥物？还是 B 某诶？你该去玩你的吃鸡啊！我刚才吃鸡，而且我杀了三个人。真的、哦？哇，你是玩个人哦。嗯。那你一定会吃鸡呀、啊！你玩团队，你怎么你一定会输？我跟你讲，讲台语真的是超弱的。点点点，欢迎。Hello， 易轩逸小公主欢迎，蒂娜欢迎。什么八点短剧？哎、欸，我真的台语超烂的，有这么美的小三男闺蜜，我姐长太丑。林志明，志明不是菜呀、啊，是菜市场名字吗？让客气。一六六四一欢迎，
我不知道怎么念啊。蔡蔡明的。圆脸好啊，我也是圆脸派的，耶、yeah, ，跟本丸一样。所以，Hello 汉欢迎。哎、欸，我真的念台语超烂的，我真的是。我要说你够虾米，我只能讲中文都有问题，根本光你不要吵啦。阿丽说台语很可爱，答应我一定要打消演台语剧的想法哦。你这个是刚哦，但是我觉得你蛮好的，你就是先夸奖我，然后这是聪明的。哎、欸，你很哦，真的很棒哎、欸。哇，你唱的蛮好的，再回去练一练。是你唱的很好听哎、欸，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出来唱歌最好，唱给我听最好。Hello， 文静，谢谢你的初心者徽章。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谢谢你的 love。谢谢浩伟，谢谢浩伟送我初心者徽章。爸，你讲一下台语，对，看你讲一下。什么台语？随便啊，你说跟我聊天这样子，然后。麦在鼓笑鼻无味。那什么意思？阿姨唱歌又好。微笑憋没味。哎、欸，你台语真的很强哎、欸。其实没有很强啦，就是。算很强啦，你还在那说米阿仔，哇哇阿贝气什么，阿贝气他切。不是因为就是有看到那个、啊，而且他们台语剧很喜欢中间加英文。啊，带你念一次。啊，今天的温气业可以得下这么大的合同，真正是 congratulations， everybody cheers， 这样啊，你没有听过吗？像那个在市场，每次你妈妈都会说。就是知道在说什么，就是要买番茄吗？不是说头吗头吗？然后他们前面会讲台语，之后就说要不要买？你讲是台语，然后再加要不要买那个番茄这样子。我不懂。头吗头什么的，就前面要讲台语这样。他们都说阿姨看头吗头。对啊，就是会这样。爱买无。对，就是这样。姐姐台语很厉害，真的，超强。谢谢热忱。好了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够了。安安啊，玲玲的保护队，欢迎你回来，我好久没看到你。Hello， 国树，在座的在看的当就是每一个人，你们谁讲台语很厉害，就是可以去演讲的那种，谁？早安啊，国树。我真的佩服会讲台语的人，因为有时候你听台语会觉得很好笑，就很好玩，就很好，就是想学，可是自己都不会。好，谢谢浪客分享直播间。今天阿丽分享的照片是我们这边。哇，谢谢草莓的台语，你们知道怎么讲吗？我是你信不信？什么？我是你信不信？Hello， 深深。气泡，气泡，他讲气泡、欸。对对对对对，好厉害哦！你很强哦，瑞瑞瑞，深深欢迎。因为昨天他们说他们不知道采那个什么草莓的那个。没有，是因为我看过一篇报道。谢谢保护队的告白气球。好，你说。它是平面报道哦。嗯。差不多在五六年前，我看过一篇报道，然后我脸书还有转发，因为我觉得太幽默了。他就说，因为草莓的台语就是很难念，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然后那篇报道就写说，你会念草莓的台语吗？然后他们就说，记者访问到了一位路人，然后还把那个路人的照片拍出来，这样，然后他就开始写喽。结果这个路人的台语程度非常好，他就说，草莓的台语一般我们会念作草莓，但也有人念作草莓，但是还是大多数人都是叫他草莓，所以草莓的台语念作草莓。我不懂。拜拜，卡卡罗特。辛苦了，卡卡罗特。小新不会，陈小新不会说台语，没关系，我也不会说。本丸给你掌声鼓励。他只有一个给你。深深早安，谢谢保护队各位。小鱼欢迎。反正这段也不是我写的。本丸不觉得他很好笑？对，是废文，真的是废文。因为我也听不懂，我听我姐讲，我笑死。IKEA 都能念成，都念什么？什么的概念 ？IKEA 吗？
是吗？草莓的台语在台北真的就是直接说国语啊、哦，好绕口令。插旗欢迎，我觉得这是报道，它就是文字上就是写那样，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写吧。哎，我才射一枪，那个你就死了。肺腑之言，简直肺炎。这个人很厉害。哎，你们知道我前年看到一个很好笑的 YouTuber 的主播，他们就是在看那个抖音视频，然后他们要看搞笑的，然后就有一个很帅的明星，就是男生，他就拍了一个，很久以前有拍一个，就是像是杂志类，就是那种要那个就是幕后啊什么的，然后就很帅，配音啊，配音有什么这样子，他就这样咳了三下，这样子，然后结果就有人做一个图，就说。这是什么我忘记了。这是哦，他就假如说我这样，他就很帅，这样转过来，讲，然后就是，然后就隔离，隔离，就是，然后我就笑死，然后就真的笑死。以前有段绯闻是在讨论区问区 IKEA 大家怎么念 ，IKEA 怎么念字？铁物欢迎。不是，可是我不懂，就是。你在这种状态下去发问，就文字发问，到底要怎么告诉你怎么念？因为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那以前雅虎不是都会有什么，就是你可以发问啊，然后人家就会给你那个知识星还是什么的，然后你越高级你就会变博士还是什么这样，然后就有人就打噔噔噔噔噔噔噔，请问这是什么歌？北七哦，真的是下面还有人在讨论呢。说我是知道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什么，是这个歌吗？啊，我觉得真的好废哦。废话，好笑。那个38046再欢迎没有？一晨欢迎，九蛋欢迎。本王一直笑你啊，本王喜欢你，深度梗。小蛋欢迎，到底是在登什么？本王有抽到纸飞机哦。本王没有抽到，他是抽到前辈的。也很好啊。对啦，真的是幸运得主。登林小朋友，登登登登，好，我知道你那什么歌，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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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IKEA 我都念成 Costco， 哎，为什么？你现在有什么念的 Costco？ 我想就是念错吧，就这么简单。还是你记错？还是你搞混？哈哈哈哈哈哈！欢迎，他去了台语，不就是一什么意思？蚊子？什么意思？你现在去了台语是什么意思？就你去了吗 ？Iki 呀，他去了。啊！啊，真的 ？Iki 呀。IKEA， 真的好酷啊！好白痴我，不要再提纸飞机了。OK， 对不起，小心 ，Sorry 啊！法兰克欢迎，小青坡欢迎，坡小青欢迎，是同个人吗 ？Hello 猪欢迎，云飘飘欢迎。我觉得这些梗真的太好笑，你还有看过什么好笑的梗？嗯，你有看过什么好笑的？就是那个啊，陈势安跟毕淑静之前不是有一首歌叫《势在必行》啊，然后他们就是记者就 po 了一张两个人合在一起的照片嘛，嗯，就写《势在必行》，然后把那张照片切一半，只剩下陈势安的话，你知道，因为他们就是在打招呼，你要这样，就是两个人很帅，你要比这样，就是两个人很帅，势在必行，好，照片只剩下陈势安。是在哈喽，我觉得这真的太好笑了。青蛙噎到变南瓜，南瓜，啊？青蛙噎到变南瓜，叫什么？笑死！哦 ，OK， 啊，是在哈喽不好笑吗？有啊，有陈说笑死。我笑死了，我看到。据点欢迎。现在很多很多很好笑的，每次看都要笑死。他说冷笑话。
我觉得那真的太高级了，而且我还看到一个梗图哦，那梗图笑到不行了。我刚刚打完电动，我再找给你，你再分享给大家。好啊，我姐都很爱看一些很冷幽默的东西。对，然后她很爱看那个做料理的，然后她都看那个去印度，哎，是非洲吗？非洲小吃吗？老铁，老铁，元素爆棚了。笑话现在都成马莎拉，马莎拉，莫莫莫，马莎拉，马莎拉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就是一种香料。田中滴滴王欢迎 ，ANG 欢迎，蛮好笑的，大家觉得很好笑。ANG 谢谢你的玫瑰。Hello， 早安。贤仔欢迎。就看那个印度，他们就小吃，就会一直就是会。就说哦，他做的蛮好吃，结果那个人都是那么用手那么捻来捻去这样子，然后就他就会说马萨拉马萨拉，马萨拉是印度咖喱粉的一种哦，就是他们都会说加马萨拉马萨拉，对不对 ？Hello， 谢谢你说我仙女。啊 ，Hello， 叉奇欢迎。天气热了，要说一下冷笑话，没错。Hello， 流浪到屏东，欢迎。有谁喜欢去环岛的？在座当中谁喜欢去环岛？哦，我有新的环观。我超爱你。我后面那个超爱，我自从跟他，我长大之后就每天每个月每年都会去一次环岛。若日下欢迎 CHH 欢迎，我也差不多19岁就跟着你，和尚自己拔牙无法自拔，那是什么？和尚自己拔牙，拔牙齿没有头发的人自己拔自己的牙齿没无法自拔没啊？好白哦，好白哦！这个就如同有一个人叫小蔡，然后他就被端走了。我今天讲的都觉得很无聊。零的吧，那谢谢你的喝牛奶，先喝一口牛奶。哈哈，好笑！刚刚忘了捧场姐姐的笑话了。什么意思？我还需要你捧场吗？没有偶像活动，我是不出门的。我也不出门，没办法见到你们，我是不出门的。最近几天有零确诊哦。对呀、啊，所以我们有出去玩。我跟姐姐前几天有去咖啡厅玩，我有照片哦，有新照片，我姐帮我拍的。我超美，我超美。但是我会发，要等我一阵子，先让他那个快要了，可以发了，可以发了。我就会狂发我姐帮我拍的，超级好看。我们去有一个咖啡厅叫什么旅人咖啡，对不对？很漂亮。然后我姐就帮我拍照。我每天都在环岛，压安全岛。这个好笑，天蝎座中有空头，欢迎期待。哎，我姐真的是越来越会拍照。我当初我之前叫她帮我拍，她都帮我拍超丑超丑，然后我就不想给她拍。不是你也不看自己长什么样子，还怪人家拍的丑？不是啊，我长什么样子？嗯，我长什么样子？你就丑啊。好吧，那你也丑，谢谢。姐姐比较会拍照，还是表哥比较会拍照？嗯，都会，没有啦，就是姐姐比较会拍，她真的比较会拍，她之前帮我拍的都超丑的，然后是因为她根本没有认真拍，你真的叫她认真拍才真的拍，帮你拍很好看，她会觉得很麻烦，她会一直说你不要一直拍啦这样子。阿里不是临时脚吗？我有几个脚不好看，我都会就是要挑很久，就是我可能拍50张只会挑一两张的那种。姐姐可以当，因为我一直这样，我姐就是，她就说好，我就是一直连拍，然后就给我拍的，眼睛翻白眼的，超丑的，都不给我拍一些什么很漂亮的，但她后面会抓到几些，就只有那几些而已。没有，刚刚谢谢小新的祝福，其实天照弟弟晚安，欢迎。我跟你讲，其实照片是动态捕捉的一瞬间。我知道啊，我之前有去拍那个服装啊，他也是，就是他在棚子，他就是一直拍，一直拍，然后就一直换动作啊。可是哪有你拍的那样子？没有，因为你站着照片不够生动，你要看人家单眼捕捉的很快啊。耶、yeah, ，本丸说等以后有活动，我再好好帮你拍一拍。哦，本丸很会拍照。耶、yeah, ，真的，本丸超会拍的，我的认定的，我就是觉得他真的蛮会拍的。我以前也很喜欢，
因为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有服侍嘛，然后我就有在教会是当摄影跟那个幕后的，就是用那种 PPT 啊或是摄影，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拍照。姐姐什么时候要发图？发什么图？姐姐什么时候要发图？发什么图？弟弟玩的心心相印，他在玩，他现在在玩那个敲碗翻白眼照发 IG， 好啊，没问题。姐姐是需要鼓励的类型，没有，她就是看她心情。好想拿相机拍，耶、yeah, ！小新也想拍我，好棒哦！我想被你们拍，呱呱！什么大眼仔拍照只要用单眼相机。之前很想买单眼，可是没有钱。呱呱海英，因为也就觉得自己不太会用，所以就不会想说要去买。但是我很想买那种滤镜，就是复古相机那种，就是胶片的那种。好想买，真的想买。午安啊，呱呱 ，Hello， 欢迎。你努力赚钱，有一天就可以买。哎、欸，你不是说你要帮我生日礼物，不是要送？嗯。相机啊。哎、欸，我都是努力工作才赚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耶。不是啊，你自己也答应过我的。U L T R A 欢迎。他答应我说他要送我，这次生日他送我什么？然后他现在又在那边赖皮。Hello， 维斯欢迎。啊，差点就被蛇死了。你现在第几名？你现在还剩几个人？我差了三个人。我最喜欢我不喜欢别人送我不敢收，但是我姐姐送我就会很敢收，我还要跟她要很多的那种。那要是要啊，但是我们不会给啊。你会给啊？不会，真的不会耶，你误会了。以前我妹妹啊，我就是我真正的那个妹妹，说亲妹妹，真妹妹，我那个妹妹。以前他要什么我都会买给他。那我也要。嗯。我也要。姐姐真疼你，她根本不疼我。但是因为她对我好，是因为我都会帮忙她。如果我对她不好，她就不会理我。我不帮忙她就不会理我。谢谢柠檬的肉骨茶，姐姐好有气质，王欢也现在居然都没有骂脏话。哦，我们不会骂，我们只会陈，谢谢你带我去上海。一比丫丫欢迎阿丽，今天播到几点？今天播到11:30。阿米欢迎，我姐姐是我们每次玩，我们都只会就是，哇，快点，我被射了！哎，快点！这样子我们都会讲三号，你赶快，然后我就会很嗨这样子。树那边，我就说树旁边呗，快点，然后就一直这样子。阿丽，我先去忙了，拜拜，本丸加油，北原神队欢迎回来，主播中午好 ，Hello， 这那个小蓝的招财猫欢迎，谢谢本丸的 love， 阿米欢迎。Love, do you love, Kiki? 中午吃饭配阿丽，好啊，我也在吃早午餐，我们一起吃。小白同学欢迎。原本今天出门去买东西，要出门买东西，还是先看阿丽好。你要去买什么？真好，你对我真好。你们都很喜欢，就是先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来看我的直播。哎，我脸颊痛，好感动。小风仔欢迎，小勇欢迎，早安啊，午安啊，神推，那叫什么？雾明神推早安，去买零食物，那可以叫Foodpanda。但其实我不太喜欢叫Foodpanda，因为
我跟我姐就觉得说，吃东西一定要就是买，就是买现吃，对，不要在那边闷来闷去不好吃。安安啊，吃饭看阿里，耶、yeah, ，看阿里。我们一起看阿里，一起阿里里里里。我们一起看阿里，一起里里里里里。我真会改歌。啊！剩两个人。哎，你很强哎！我姐又要吃鸡了。话别说这么长，他真的很会放弃看四亚直播的机会算吗？天哪天哪，那这个我不敢我不敢，你还是去看我们的队长好了。玉兰欢迎，小晴欢迎，爱的目光锁定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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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食物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买，但是阿丽直播只有这段啊。你真会说话。Hello, AN 弟弟，欢迎。北恩神推，谢谢你的肉骨茶。肉骨茶。剩一个。加油。谢谢本源神推的肉骨茶。Hello, 易凯，欢迎。欢迎易凯，欢迎凯，欢迎欢迎，谢谢易凯分享直播间。小蓝的招财猫欢迎，阿罗欢迎，当欢迎。哎，嗯，你吃鸡啊？哇，你杀了几个人？这次九个。哈？九个而已。哦，我就49个，吓死。那我觉得你要下那种大家都常下的地方。你要，我是慢慢打进去的。那你这样输啦。好，我要给大家看那个梗。双马尾，对啊，今天来绑一下双马尾。我今天没戴隐形镜，所以这个很无神，你知道吗？这个，你不要弄到那个，这样先。不会无声啊，真的吗？无声。志祥欢迎，等一下我姐要给我看那个。嗯、这个，等一下，你们有看到吗？还有一个。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好笑，但是我觉得这个很，这件怎么办？你们有看到吗？他们这样看得到吗？另外一个，牙签，对，很好笑。我姐很好笑，没有，那个是她装错罐子，对不对？有人装错罐子，她把那个胡椒粉的那个……我才不在意她有没有装错了，我只觉得很好笑。但我觉得还好。这个哇，这个超好笑，这个我笑到不行的，这个我笑很多次。干，等我先把那个传的人删掉，不然大家会看到。干，等一下。这是很深度的梗图，我也觉得很好笑。你们看这个，CJ 103欢迎，这超好笑的。可怕，这超好笑的。
它有特效，对，它有特效。你有没有看懂刚刚那一张？你不要吃鸡啦！你这样害我很想玩了。我今天在工作，你不要吵。Hello， 小杰，欢迎，其他也加欢迎。博弈欢迎郑源小弟弟是吗？郑源吗？在直播吧，吃鸡的阿力，好想玩，因为我每天我姐姐就说赶快玩啦，赶快开啦。啊，对，赶快开啊，跟他一起就对吧？但因为我的手机在那边。不然我拿过来的话，他等一下会网络不好。哎，开始欢迎。那就吃炸鸡。是不是会有人直播打游戏啊？是真的是游戏画面的那种直播？有啊有啊。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啊。可是我不会用。上网查一下应该就好。我可能要拿梯子来把我的笑点从高架上拿下来。什么？只想欢迎。Hello， 单纯天真送我的 Love You， 谢谢，谢谢，欢迎。你们不行播游戏吧？哦，我们不能播游戏。对，你们不能播游戏啊？应该算是。越来越多成员都在直播里玩游戏，就是自己拿手机玩。阿潘就是，阿潘前辈就在直播玩动森。哦，真的，不能被我们看到 ID 呀、啊！哦，对啦，不能被他们看到 ID 呀、啊。朱莉安，欢迎。那如果玩游戏一定很吵，你可以借我玩一下吗？你先跳，挺多声音不能有画面啊。OK， 谢谢。你要下哪里？Hello， 学妹。你就叫他坐那边。不会，我在里面打荒野的时候。哎，你理一下大家好不好？你帮我看一下什么字？冲锋加强。有人说画面有关系吗？其他怎么可以直接看？嗯？我把你剪掉。不好意思，小姐，你知道你今天直播吗？啊，有人，有人，有人，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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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露脸了啦！我刚靠他了，我刚靠他了。哎，午安，姐姐跟阿丽一样会跳舞吗？一样啊，一样会跳啊，是好看跟不好看的差别。是妹妹才会。啊！刚刚那个人在这里。姐姐来直播啦！哎呦，哎，有人说你玩游戏见真情。好，不然阿力直播，我跟我妹妹来唱歌给大家听。好，快唱，你们唱一下歌。奇幻不是你的工作吗？喜欢一个人。你的手机在他手上啊。哦，所以是他要求我。喜欢梦幻夜的阿力。
还不直播，我打电话去你公司检举你，直播不认真，然后我就不当山猪了。你不会押韵哦，不会歌词，我被射了，我被射了，我被射爆了，一针见血。我今天在玩荒野，干你们什么事？请问你们不要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哦，意思你们两个，哎、欸，你们两个自己玩呐、啊。等一下，我帮你邀请真妹妹。我要选那个。阿丽的啊，我死了啦！天哪。可以啊，你看，也可以跟他们聊天。我们今天早上居然没有叫我们。对啊。我们今天不用工作。放弃工作。什么意思叫做 GJ？ GJ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样也能唱？他们是我们下次说，我想要直播游戏，可是我们不能露我们的画面，不然会那个 ID 什么都被看到，这样不好。哦，他会跳舞，他会跳舞，他是跳那种屁股的舞。哎，我现在很丑。Sexy 的舞蹈。对，帅的。你可以安静吗？大家听不到姐姐在说什么。用词不是。谁啊？刚刚有用词吗？嗯，可能我们刚。啊！说干你屁事！我在黄河里干你屁事。另一位。你等下被骂，你不要这样讲话。另一位是妹妹，我是妹妹。她是妹妹，她是智障。我是谁不重要。她是不，她只是风中孤独的一匹狼。好了。大家欢迎，妹妹现在是刚睡醒还是干嘛？她是刚睡醒。妹妹是刚睡醒，然后加上本身讲话就是这样。她也是昨天上瘾荒野，她是被我们逼的玩的。我不是上瘾，我是不想输。哦，对，因为他一直被人家射。我本来我很讨厌他，而且他爱放枪，他一直在那边。我们就已经到一个点，然后他就按到枪，然后我们就说：“你不要一直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哪里。”哎，我还没有开始玩24小时哎。Hello， 浓眉。气死人了。所以你是可以这样，哎呦。可以啊，每次不是阿丽哦。他们真的每次那个什么，阿文都会在后面聊天。有人送你东西耶。有啊，玫瑰，谢谢柳橙的玫瑰。想为了你们下载游戏可带吗？我们都还蛮弱的。对啊，我们就是，但我们都会分配好工作啊。他就是负责那个捡东西，他新手，他帮我们捡那个医疗包啊，然后什么运动饮料什么。小游欢迎，谢谢橙的 love， 谢谢浓眉分享直播间。现在没有，所以你刚刚都在干嘛？我就在聊天啊，然后那个你姐就在后面一直玩那个吃鸡游戏，然后她一直讲笑话。哦，所以是可以这样直播然后跟我们聊天。可以啊，就不要露脸啊！大家你们脸被看到不搞的事，因为你们长这样。要不是你现在直播，我就打你。哪里负责尖叫？没有，我是队长小杰，欢迎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哪里负责闹事？你才闹事了，你刚才讲错话了。尼哥欢迎 ，H A。妹妹才是负责尖叫的那一个。因为不知道，就听到声音，就是啊，谁在射，谁在射，这样子。嗨，欢迎 ，Hello， 深深上欢迎。谢谢尼哥的肉骨茶。因为我姐姐邀请我。你在厕所你也可以玩呢、啊。啊，你不是说那边讯号不好吗？没有玩。啊？哦。元豪欢迎。Hey. 但我觉得，啊，小心，吓死我。你觉得怎样？没关系。Hello， 小雨，欢迎刚刚车祸事故现场。朱元，欢迎。你说什么？啊？我说或许你也可以。你没买早餐哦。啊？那
那你们呢？我刚刚在外面吃完了。嗯。因为我不想要丢，还要自己整理丢垃圾。我有买保险，不怕事故。什么保险？千万。小雨，欢迎，早安。桌子才对。小雨，谢谢你的新之冠。北岸神队长，欢迎。噗噗请抢，欢迎你，天天欢迎。你自己的手机在旁边呢。因为如果我连你的网络会不会比较好？你的讯号看吗？好，但是等一下，把现在交换吧。可以退出一下，等我一下可以吗？可以退出吧。等一下，我先弄好，你再退出。我先开好，你再退出。啊，但是好像重新连网络会回来吗？好像会断掉会吗？会断就算。算了，断掉，我怕你被骂。但是我要先去那个充电，我要手机没电，就这样放着吧，对吧？嗯。喂，你不要走过来哦！你走过来，你的身材会被人家看到。Sister，你要开战了吗？五分钟后再开，不会断，实属会断吧？那没关系，我们就先不要动它，就这样就好，看他们玩就好。那我们应该就不用去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帮忙收摊。哎，我等一下要去大溪那个。那你跟谁去？大石怪。没有，我是要那个。什么意思啦？去买个东西。是的。我要去买个东西。是啊。你刚刚是跌倒吗？因为我撞到了。太胖吗？妹妹欢迎。哎，你不要这样子，你在干嘛？你不要搞破坏好不好？你不要得理不饶人的。你给我下面啦！我来讲啦，我是超工的呀。卡了，我的手机又卡。我跟你讲，我袂晓说谎言啦。我卡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安娜。我是美女。安娜塔西亚。好烦哦。你爱吃饼干无？吃无。你爱无？哎，你的花生厚片呢？厚片还没啊，那个冷掉。那给我吃吧。还卡吗，兄弟们 ？Oh my god！ 我买到一包已经不好吃了，太白了。嗯。还卡吗？给我个回应啊！你知道干嘛？你要吃，然后你把那个桌子上的东西弄进去。可以，因为我刚刚就吃，我一直这样丢的。脏。我跟你讲，你别。麦嘎巴朗贡，卡卡，好了，什么意思？麦嘎巴朗贡。哦，麦嘎巴朗贡，贡虾米，贡虾米呀？虾回。贡虾回啊？贡啥啊？向庭欢迎，不卡了。徐贝贝欢迎，我看你们玩。你没得看。不想看，没得看。你多寄一个 GBN。不要，不要。不行，会拍到。等下我姐姐长那么丑。嗯、我又进水。我是，我觉得你还有你们就是不是我亲的姐姐妹，因为你们长太丑。好了，看一下，我开玩笑的、哦。你完蛋了，我们二比一哦。你今天晚上就会被赶出去。你若甲人讲，目睭莫甲你讲。你跟我你跟别人讲的话，我就不跟你说，是这个意思吗？啊呜，最伤人啊哈，开玩笑的，我是开玩笑。有的时候就是要对他们，这是最真实的。我要烫头发，好像没有。你要烫头，你为什么突然要烫头发？啊，我头发有点翘。好奇怪哦，你好奇怪。我没有开声。我台语蛮厉害的嘛，你们再多讲一些，来跟我说。你是一个神经病。你也该蹲下啦。野外。Hello VIP 欢迎 ，ARK 欢迎，瓜
光临，欢迎欢迎。他一个无手气，熊羊，你把它当作是 cat。什么意思？老虎，老虎不生气，你把我当成猫啊？他一个无手气。放心，就是动嘴是 cat 哦。耶、yeah, ，阿哲，阿哲说放心，就算我被打成哪样，我他们还是很爱我。OK。哎、欸，姐姐旁边好像有那个呢，车子呢。你们下哪里？好吧，有一在1.5公里外。那、啊、你认真直播，你认真工作。你们下哪里好不好？不要一直管别人好不好？可以告诉你们下哪里吗？管什么事啊？你不要一直在那边哦。对啊，你认真直播。为何台音混杂啦、啊？因为那个八点档、啊。八点档很喜欢这样子。小心，你跑去哪里了，陈小心？哇，人家跑哪里你也混。他突然出去了进来、啊、那他一定是跑掉了。哇，我在电线杆上面奔跑。哇，手你看这卷，你看，你下来会暴血。OK， 暴血。智障，赶快捡东西啊！不要在那边玩啊，智障。哎、欸，你们不要画出这么脏，好吧？你对啊，张俊轩，你讲话难听点。你干嘛叫他名字、啊？你叫我名字、啊。他等一下去 Google 他。等下我被那个、哦。我是艾玛，欢迎。等下我被漏手，你就完蛋了。要落地葱啊！好吃呀、啊！肉松我没听过啦。肉松台语怎么讲？骂松。我也是肉烘哎、欸。骂松吧。骂松吧。骂松吧。我哪知道啊？肉松的台语班，我们会念做肉松，但也有人叫它肉松、欸欸，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叫它肉松。你可以闭嘴吗？我觉得你要讲那个草莓。他刚刚已经讲过了，还需要你来提点呢、啊。草莓，我是草莓，姐姐正确，哎、欸，你才是正确的。你看吧，马松，剑骨。为什么会有鼻音呢？马松不是马松，嗯。什么？为什么会有鼻音的呢？因为就是我。我说我姐姐，不是说你。我没有鼻音啊。你刚刚说马松哦。我没有鼻音啊。马松。我可能感冒吧。Oh so. A little bit 感冒。Cold, cold. Oh. 搁讲一摆。泰哥无生气，你把我当作是 cat。你很厉害，你真的很厉害。Sister, where are you？ 对面呢？哦、oh, ，小威狗。草莓好像是刺、okay. 刺什么？刺坡？瀑布？什么 ？Cheap。Cheap。嗯，因为跟 cheap 很像，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也记得了。Oh, cheap, cheap, cheap.你们台语都很强啊！因为我们不会讲那个、啊、打印的。你别底下羡慕啦！我底下羡慕啦！你可以讲。主角这里有三级防弹。那你是几号？什么时候他会更新成四级的？那个是我们的人号是。对。到底会不会玩啊？跟你说。关你事啊！哈哈，我现在在补妆，抱歉。奇怪、欸。干嘛这边这一栋，圈圈这一栋，我在二楼，你看到？我看到你了。自己上去找。你会不会射我啊？没有射自己的。刚刚眉毛有个空洞，对。啊啊！哦，我真的是很不会玩游戏的人。羡慕是行色，羡慕是行色，我是行色，你的目睭啊。羡慕是行色啊。嗯，他说行色是吗？行色。心思的谁还是谁心思的我心思你的你的歌喉是吗要这样讲歌喉的话怎么说歌喉赞不强我爱你没有保留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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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心思行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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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行色，发音不对，是行色吗？我行色，你的，你的把酒。还有人吗？没有。你的。好厉害哦！你的。我被烫到。你刚刚去厕所冲水。没事，我是不小心弄到而已，所以我没事。我刚刚这样抓的时候，哎，大家都看到我刚刚在尖叫。好丢脸。
有人类，我最多有人。我去冲个水好了，等一下起泡泡就完了。不好意思，我刚刚不小心。请问有人要上车吗？小心，我很小心。完蛋，是不是有人？好可怕！我没事，我没事，不痛不痛，我不痛。他不让我下车。走。走吗？没事没事，我没事，不用紧张。没事，你看，我刚刚只是不小心碰到，所以我被那个烫吓到。阿力可以去参加天才冲冲冲台。有人要上车吗？那我应该输爆。你看他不是跟着你吗？我在直播，你们可以小声一点吗？三号跳出去了。I don't know。Hello， 阿力。不用撞我吧。我这个没有很烫，因为我刚刚才调几度而已。我下车换位好不好？你开。你直接换啊。应该没事。右下角一个换位，你直接换。我刚刚是不小心抓。OK。抓到这。你亏。蓝云欢迎。谢谢小新送的乐。金佑欢迎。我等一下一定要去看回播，我刚刚被吓到那一幕，太好笑了。谢谢金佑的看好你哦。三号跳出去。哦。小心一点。其实我很常被卷棒烫到啊什么的，超级。没有有人用跑的。啊？没有有人用跑的。哦。四号怎么了？姐姐在实况她的直播，只吃鸡。姐姐，你们可以小声一点吗，兄弟们？姐姐你好累哦，你要一次带两个不太会玩的人。你们跟谁玩？关女士啊。一个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台语带黑天，对啊，我正讲台语超烂。网络连线的，我进去房子里面找的。剪超级烂，妈你讲家己啦，我你笑，你那是安尼讲你。跟你说要躲超上，为什么要躲超上？大汤欢迎。姐姐有步枪消音器要给我。你整天消音器、啊。No, I don't have it。这包给你。什么给你？不要理他们，他们小声一点，我在直播，我在烫头发。拍谁啦？小丽，你不要，你专心弄，你不要被烫到。我很认真在烫啊。你看起来就想要被烫到啊。等一下，我去用一点水。跟水。有人吗？是真正有人，还是讲四号？不要在那给我讲台语哦，很吵。那是因为你袂晓讲，你讲甲无认同。你讲了不起啊！对啦，我就是了不起啦。我感觉足 proud 啦。你要跟上谁了啦？我有通风才能消音器耶。不是，这是有点刺，所以就给他那个。Hello， 你要过过了是吗？对。好。很道地的口音。对啊，你们不是泰雅族吗？怎么会是念台语？后面有人。还有模样。好的，谢谢陈。Hello， 季池欢迎。谢谢玲玲保护队的防疫口罩。你射他了是吗？是。你好厉害哦 ！Thank you， 谢谢手加红的防。I love you 哦。防疫口罩，给我闭嘴！开玩笑，我开玩笑的。我要上班了，阿丽，拜拜，人好小朋友，加油！
上班加油。补了补了，正在补。I'm working on it. Oh, oh. 仙女一秒变脸，他们太巧。一台车，一台车。太气了。被砰砰砰了。给我安静，你们哦，真的是哦，翻白眼。我相信你的粉丝。真正是失礼啊。真正是，我先喝一口。你叫拍谁啊？但是我进去站。背景玩得很欢脱，真的。等一下，我姐下播之后马上跟他们玩。那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那个菱形的那个符号是什么？没有，只是标点了。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要标点的，你就可以给它标起来。OK。Gary。我仿佛看到咪咪康的叫前辈闭嘴的阿丽又回来了。哎呀，流行欢迎。我不是认真的，有时候我就是开玩笑。不知道，所以我听到枪声，所以我转过来。所以其实真实样子，其实我就是这样子。Why I didn't see that? So, where? 你听到枪声对不对？哦，在那边，在哪边呢？是，去点一下，看看有什么。这样子。跟上你。跟上你，跟上我，雪雪你顾一下他，一起探险。哦、oh, ，OK。英语台混也不简单，他们就是这样很巧。Where? Oh, come back home。好像有人。Come back home。I'm coming back home。哎，那首歌超好听的。干，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完蛋了。妹妹比较暴露出。怎样？有人要来了，在哪里？五郎要来了。西南195大概啊，走掉了。哎、欸，感觉会出现。哎、欸，文文，你念一次，帮我介绍 AKB48 给你问题。大家好，我是 AKB48。不是 AKB48。不是、哦、AKB48。你想听这个？对。什么？啊，然后嘞？有人，有人。他昨天他说大家好，我是 AKB48。四十八 Team TV， 然后二期延期送二期延期送你了，二期延期送怎么念？第二期的研究生。Oh my god！ 好笑、哦。这个跳出去吧。OK。太好笑了。我好不容易看到人呢，我明明就有对准他，为什么我都没有打到他呢？没关系，再一次，因为他们我的头好痛。阿丽，我挂听一下。好。预备，那个。预备，我来啊！就恁咱两个啊！伊袂算啊！哦，伊不，伊袂使算。袂使算。啊！你唔知干嘛？很烫。哦，很烫。啊！你刚才被烫到。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看到。啊！你那个呢？烫的，给我卷一下我的头发。你卷屁啊！哎，小心，不要烫到。这个怎么拿？这样。Why are you curving your hair? 像是阿里我挂挺好184别人欢迎 Hello 丽欢迎也是 LI 我看一下你帮我把那个镜子往下我照不到我这样呢再过来一点再过来好 Do you think mom will blame on us?谢谢别人送的防疫口罩。懂。谢谢。If she wants us to. 不会讲英文可以闭。Help her. Because she, if she were. Because for you. Because of you. I neve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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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From someone. 他上飞机了。妈妈开心，现在在飞机上 cousins。Your best friend, your baby。突然好大声。Sorry。Oh。We'll never say hi。Na na na。My friends and cousins。哎，你们。It's time to s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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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可以认真唱吗？他们是觉得我们家族是很会唱歌。不行，我们会唱歌。因为我就算认真唱了那首歌。哎，你们来挑战玩游戏唱歌，快点接龙，快点哦！没有，我第一个，你第二个。好。
在那个。我为什么是第二个？好，那选选啊，那你第一个。因为你就是傻印啊。我为什么是第一个？你是傻印啊。我姐姐们在旁边，姐姐们、妹妹们全部都在旁边。Mama, daddy, this is the friends and cousins. Your best friend, your baby, your name, or your lady. Don't you have way up high? We will never say bye. No. 现在。It's time to say bye. Hello, Luca. Luca.米娅打卢卡，他朋友来跟他聊天，好了，我们可以安静。啊，真的哦。对，太好了。我安静不下来，怎么办？那就是你的问题。哎，有人呢。哪里有人？卢卡，早安。你射死他了吗？没有，他们是一坨人过来。完了。喂。你们不保了 ，Amazing 香香欢迎。Amazing Grace。How sweet the sound。 这一首要帮忙吗？不用。没良心欸。不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在哪啊，我根本看不到他们在哪。Hello, King. 你这样子一直叫我的名字，我怕那个粉丝喜欢我去找我怎么办？哦，对啊。真的不会，因为你一直骂脏话。你一直在那边，你只会害阿丽被检举而已，你最好不要再骂脏话了。张志祥欢迎，希望他们可以自己把耳朵关起来。快点，我们来接歌游戏，快点，你们给我玩。早安，你开得很早。对啊，我今天十点开始。他们不跟我玩，他们都不跟我玩。不是啊，是因为你自己手机在那边，没有人叫你放那边啊。我们在玩游戏啊。你已经消失一阵子了。对啊，我已经消失一阵子了。Sorry。我们一起玩呗，快啊！谁还记得是谁先说？你的发音可不可以正确一点？你不要连中文都不会讲好不好？谁还记得是谁先说？大哥，第三个，永远的爱我。他在认真，你看，他们根本不能玩这个游戏，他们不适合综艺咖，他们根本就是。他们没办法，就是你不觉得我们本来就不是综艺咖吗？给我闭嘴！是才华集结一身。对啊，我们。你们哪里的才华？刚骂脏话吗？是吗？你不懂。有才华的人都很会骂脏话。直接打嗝这样。我刚刚直接打嗝，很好笑。Because we have 我们。Because of you。谢谢保护对象的你们。哦，不会说英文。他们觉得你们不会说英文，不要闹。欢迎，我也文浪上又挣来了一位名。没有，我只是叫小波，对，叫小波。阿弟最近太忙了。笑死。上庭说笑死。谢谢卢卡送的啦，卢卡。胖鼻的胖鼻 ，Hello， 哎，他们在打荒野，你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玩？他不是在上班吗？是上班吗？胖鼻不是，是胖，是那个图图，大图是吗？大图怎么有时间来？大图来打荒野。大图他们找你打荒野，快！小游，谢谢你的 love， 谢谢小游两关欢迎。全剪。小孩子在做选择，我全都要。真的，他们都是这样说。蓝点。冰，谢谢你的掌声。喂，我是胖鼻的胖鼻，不是胖鼻哦。哦，那他是凡凡哎。哦。我刚才就讲是凡凡了，你又说不是。哎，荔枝。Sister， 你今天没上班哦。保护队，谢谢你的 kiss， 救命。就跟你讲是凡凡，然后不是。关我什么事啦？我怎么知道？你朋友你还认错、哦？有啊，他去吃饭哦，他吃饭，他在上班，他没办法跟我们玩。他们现在他们两个在那边玩直播，玩那个玩那个荒野王的很开心。玩直播。这是我现在在直播。有人。小心欢迎回来。Why I don't see that？ 那。在上班路过一下。Oh,路过也好啊，看看我两关哈喽。等一下，我找到他们了。今天开到几点？两点半，哎，一点半。啊 ，sorry， 讲错，一点半。卢卡，你今天有直播吗？啊！
有伤到他、啊。他有爆血才是有伤到。开3.5秒，我讲错，讲错，开到1:30了。完了，我完全没有子弹。小新应该很开心吧？如果开到2:30的话，还好吗？什么还好？你压错的手吗？还好，你看没事。大子弹，我刚刚烫到，没事，你看。No, I don't have it. 没事，没事。OK， 我去捡他的东西。差点哭欸，我差点哭，直接我打死一个人了，快点称赞我。好棒哦！啊，完蛋，有人。你很棒哦。Where? Why don't see that？ 小杰，欢迎！我现在在烫头发，所以没办法很认真。啊，不会看很久啊，就是。想说要聊就聊久一点，跟大家聊聊天吧，聊个2个小时左右，就是刚刚好的时间。好敷衍，没有敷衍。小璇进来。不要一直叫名字。进去哪？你叫璇璇嘛。进去哪？房子吗？谢谢小新的啊，宝箱。Where? Wait for me, wait for me. I can't.我旁边是一个、啊。Oh my. Oh. Oh my goodness. 你跳出去了。再次。Wait for me 啦。你先让璇璇玩一次。柳橙算我一个超小的妈咪。我们家很多声音吧，阿丽的直播都是疗愈直播，开多久都看得下去。谢谢白虎，好台，真的。真很台，他是真那个吗？璇璇吗？璇璇讲台语很台。我认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好，那你认真讲一句啊。好，认真讲一句。讲英文啊，他可能刚刚念。有人了 ，Where？ 这个离我们太远。啊，这是什么？一流江湖是有跟进来的。Hello, it's UPEIMAN。欢迎，早安。思明，早安。昨天想要暗中观察，观察我后面那两个人，吵死了，真的很吵，他们超吵，我差点给他们一巴掌打上去。你安静。快点补血！我没有东西可以补啦。K N 欢迎。最前面那个直接。N A I N A L T E S E R S 030欢迎。有热闹的，他们在打荒野。不要告诉他在哪，白痴。白痴，你是白痴。Can I stay？ 啊嘘。我来找树哥玩的。树哥，你是说小新吗？陈小新吗？是陈家树小朋友吗？玩的真厉害，玩的。算了啦，就这样吧。我要壮烈牺牲喽！一巴掌 ，Barricky， 是这样子念吗 ？Where wish？ 小声一点。看戏。他们在哪啊？跑掉了。我现在在烫头发。Okay. 我没有在理他们的。我烫个一个弧度。哎，怎么烫啊？弧度就这样烫。嗯。我帮你。等一下哦。烫可以烫上去。嗯。再烫多一点。后面也帮我烫，就是后面这一块。后面是有人会看到你后脑勺是不是？不是，很扁。对啊，奇怪了。你要多蓬，像戴安全帽这样。你的脸过去一点。还有这里。不是，请问一下，我这样到底要怎么帮你用头发？嗯。哎，那个味道很重。什么味道？就是烫头发味道。对。好了，该跑了。Sister， 你要玩吗？没关系，你先玩。Ready？
有车车哎、欸，那我去拿油好了。不用油啊，你就直接开上去，一定会有油啊。好啦，我要上车。哎、欸，我都已经按驾驶了，可不可以理我一下嘞？小心！你不要笑我姐姐好不好？奇怪哦。完蛋，你这边怎么都烫不起来？等一下，完蛋完蛋，应该是一样。完蛋了，我不会死在别人的枪下，我会死在我没有跑回去那个圈圈里面。好，阿力不喜欢哦，所以他没讲话。就是不，我想要很蓬的。我帮你做一个发型。你用最烫。最烫啊，最烫。你拿一下，我等一下回来。啊，没有筷子。有啊，在那个另外一边，在那里，在那里。对。我帮你做美发的造型。嗯。那很丑怎么办？没关系啊，我也没有出去。你等下不是要那个吗？我说我自己要去逛逛。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远球。远球。一二三，牵着手，咔咔。你已经签过了，你要签多久？多几多次？一二三，一起抱；五四五六，来亲亲。我觉得不行啊，我真的觉得不太行。啊，那我要唱。马德里不思议，突然发现啦啦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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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哇哦，哇哦，好酷哎！好了。要学那个好不好？哎，这个好，这个好，再多烫一点，给我烫这个，给我烫这个，给我烫这个，快点。这个要烫很久哎、欸！我、哦、管你有，你已经有一眼，就不要给我没有二三。你有没有夹子？四顾。你有没有夹子？我只有绑头发的。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个队员？卷卷的很可爱，很好看哎、欸！我，你很会烫哎、欸！我就跟你讲，我摸过头发，我已经讲过了。他们是美美的。而且我是用筷子哦。他是用筷子，这筷子不能吃。可以呀、啊，洗一洗就好了。对啊。你用手挖鼻孔，你会不会用手吃东西吗？会啊。对啊。你少在那边。洗一洗就好了。用手手擦屁股就不能用手手吃饭了。你没有洗之前，你什么都不能做。感觉会很好看。对啊，要有一就要有二三啊！给我烫一个，就说不要烫，而且我手烫到这边就往烫，好烫。我痛痛，我要呼呼。真的是很大。嗯，我想呼呼，妈妈妈呼呼。给我闭嘴！筷子给你，感觉很好看。我期待我姐怎么烫的怎么样。Oh, I'm get shot. 哦，你不要动。我没有动，我帮你拉线。不是，你刚刚就是动到。我说我没有动。Somebody is where? Somebody to love. I don't need much. Need somebody to love. I don't wanna feel about you. 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来来来，哎，我对你们这样撒娇，你们一定会说啊要秀秀，然后结果我姐就说闭嘴，她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从家里，我的这个，好，我先拿着，不要，删掉，我看一下，是这样吗？对啊，对，哎，我最近就一直很想烫这个头发，这头发要用超久了，你知道这件事吗？可乐欢迎，汤姆欢迎，谢谢林小朋友的告白气球。亲爱的，爱上你，你先继续玩。陈俊璇，不要因为害怕就跳。对。我战胜三人诶。Hello, NIS 零七欢迎。所以你不要偷出去灌你的成绩就没有了。
亲爱的，爱上你，终难天气，甜蜜的你。Hello， 草莓酱。可是散开就很容易，等下就没了。嗯。散开很容易。因为我没有打算用完呢、啊。哦哟，你要那么重？哎，真的要用很久哎，你要我用很久啊。很重，我想躺着。好了，随便用用。没有随便用，我的手就烫到，我就让你帮我啊。阿丹欢迎，告白教徒欢迎，77091欢迎 ，SUN 欢迎，撒娇很难，有妹妹都可以撒娇，对，抱着她的大肚脐。走开走开，等下唱不到。哦，对不起。第一欢迎，第一期选上的防疫口。Any cars? I need to drive. 而且你把头发放下来，你怎么知道哪些没烫？嗯？你怎么知道有些？就不是夹子的话，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就是凭感觉啦。不要那么演了。是真的痛，我没有开玩笑。哎，那样真的会烫到。Oh my.你家妹妹不撒娇不可爱，我很爱撒娇，但为了要咬东西。我这个弟弟只会想揍他，弟弟小你很多岁吗？Hello， 小新。相见恨晚，我们来生再见。好，就这样。OK 啦，很美啦，就这样啦，你看这样就很美啦，你看。Where?、Oh my. Sister, 我要死在那个跟不上那个他缩圈的那个。欸，姐姐我打到剩下14个人了欸。很厉害哦。我好棒哦。那你要不要来帮阿丽烫头发 ?No. 嗯。那边有车。加油！你帮我烫完一边嘛。拜托。没有拜托的。你欢迎。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我跟不上了。啊！姐姐，我是第五名。很好哦。我想要第二、第三。那你玩单人的比较容易啊。你先去玩单人。不要，我想跟你玩。我跟你玩。姐姐只能帮我烫头发。底下另外一边没烫，你先帮我烫这边。这不可能自己烫。我邀请你了。等一下，我想退出去滑一下 IG。哦，你先玩嘛。等一下啦。怎么玩单人组队？就你那个开始匹配上面有那个小队，你就点进去点单人模式。好久不见 ，Hello 默默，好久不见，欢迎三叔，欢迎 ，Hello， 不用紧张。现在来玩荒野喽。荒野行动，不不不！哎，
面有跑车哎，我也想坐。可以乘坐吗？算了。你看，这坐有点难用。谢谢保护队的肉骨茶。他有养猪哎，真。Work out tonight。嗯。Work out tonight。运动。You can shine, you can count on me. I want to see every day.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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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you count on me. I want to see what we can. 没关系。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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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姐姐，嗯 ，Peter， 啊，你今天要那个多久？等一下，2:30，1:30，然后怎么一直念2:30？到底是1:30？1:30，Sorry。可以了吧，阿玲哥？后面呢？后面一点点。阿玲，你说这是浪 life？ 对，浪 life。谢谢阿卢的防护。我现在有容量，我可以去下载。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是我头发没有打层次，上面不是很漂亮那个。你要不要用筷子这样勾了？啊啊！我跳，跳不到了。不是啊，是很美啊，这边很美啊。那，可是你的头这边为什么就没有起来，对不对？嗯。不是1:30吗？我一直说错。他们说好看的。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 阿丽的头发好像刚刚吃的面，它是这个叫做泰迪卷泡面头。现在很流行哦。Hello， 莫里斯，欢迎。哎 ，Sister， 手机上面可以玩 NBA。可是很慢。没有。2000突然不好玩。哦。好吧，看这个界面就不太好玩。还可以玩大富翁耶，好可爱哦。哇！我整个挡住了。Shopping， 阿丽，你要跟你的直播的人打招呼啊！你不可以这样打游戏啊！我刚看到人呢，先不要吵。Hello，Sorry， 水果家族欢迎。他说阿丽看起来越来越好吃。哦，喜特。哎！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是说喜特，是特喜特。你看。我要先跑走。你看到头顶了，你的泰迪犬到头顶。我看一下。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我要先逃跑，因为他们是两个人。Sister， remember 我们小时候电脑上面可以玩那个大富翁。这边，这边，这边静止。好看呢、欸？怎么那么好看？我看看，我看看。再帮我多烫点，快。喷。很上海滩，上海女人。哎，这个泰迪犬有没有弄到头顶啊？有弄到头顶吗？我看好像没有，对不对？就是等一下，来你转过来。转过来一下。是没有用到头顶的吧？应该是从这边开始吧。可以用到头顶啊，因为会翘起来。我看会用到头顶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来帮忙快点。不要。啊，是。妹妹才没有那么好心呢。妹妹都叫阿丽姐姐，叫你是她，好外国人的感觉。啊？什么？你在说什么？我死了。Oh, so. 我一个人是没办法。Oh, so.
Hello， 小易。我的 Face ID 有一点不太……哎，你一定要露脸，可是我要看你的头发呢。就是我把这黄光拿掉，等一下。那你可不可以不要拍到我？没办法，不拍到你。谁叫你要入镜？烦死！你非得要入镜吗？你看嘛。好，你这样，你这样。怎样？你要怎么样？就是。那如果你怎么烫啊？嗯，首先呢。要这样，好，对不起。好，我们可以看出这边跟这边的差别，然后这边有那种它已经卷卷的、松松的感觉，这边就没有。首先你要拿出一根铁块，嗯，铁块。好，然后呢要这样，稍微勾。前面的头发要比较细节，你不要玩。轩，帮忙弄一下。没有，轩先玩呢。好，我现在很忙、啊。要很细节，前面的头发要不要细节？嗯。然后呢，要这样。好，卷卷卷。哎、欸，我这里好像被你烫坏。嗯。我这里好像被你烫。你的脸也烫坏。我刚刚就说是不是没有头顶？你跟我说有啊。好，然后这样，这样，然后往外。那是筷子，没错。这就是一般你们吃饭的筷子，要铁的哦，注意要铁的哦，因为铁的受热的话，塑形会比较好塑形。好，然后这样，好，夹上去。完蛋了啦！姐姐，你账号做完坏了，我现在在忙别的。夹上去。夹上去，因为就是我本人。好，夹上去。好，就走勾勾开，然后这样，来，好，好，这样有没有一条条很美？有没有？然后我们就把它散开，很美吧？很美吧，丽？很美啊！你看，等一下啦，有没有？看起来像法官。怎么样，阿丽 OK 吗？可以，我自己烫。没，这没办法自己用。那你帮我用。哦，水到不行。姐姐会唱歌又会烫头发，才艺多，真的。她叫做小胖，小胖理发厅。她是小智。小智女儿。小智的女儿小胖，姐姐为什么长得像林志玲？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哦，对，因为我就是啊。傻眼。那我也长得像哎、欸，好，可以过关。你叫林志妹啊？我叫林志颖。林志杰。我是林志杰。很好哎、欸，林志杰。Hello R O C K， 欢迎。这样子你干嘛看我直播啊？你是有病？要小心夹到手哦！哇靠！好，我们把它往下放。哇哦！下面有点烫太多次了哈。这样慢慢的给它散开，我们尽量用降散，不然头发会直掉，不然头发会直掉哈。这样要用打散的哦，像这样。Beautiful。是好看哎、欸，你可以去帮我用吗？拜托了。谁叫你会把我弄那么好看？姐姐，我把你的那个打坏了。发生什么事？姐姐厉害呀、啊！快夸奖她，快点夸奖她，她就可以帮我用。快，说她唱歌好听，说她很厉害。妹妹在这里啦！你给我安静哦 ，J O A N。你在那磕磕磕什么？我骑个车回来就变这样，这样好看吗？
姐是不是做什么事都蛮厉害，是真的蛮厉害的。嗨，欢迎姐姐的手是神赐的，夸张。有回音，因为有人在后面看我直播。新野人欢迎。Hello， 那个贴图的姐姐是天才。对，多夸奖她哈。我也觉得姐姐的手是神赐的。哎，可是你这边烫的比较好看。哪里？不是啦，是因为你刚才跟我讲说这边也要烫，不然实际上来说应该就是要留到这边。你看，就是因为我留到这边，所以这边就会有一种右边比较好看。等一下，我帮你把这边烫平好了。好。没有男生配得上，真的。他说姐姐就是太厉害了，没有男生配得上。好夸张！你的意思你在诅咒我一辈子嫁不出去，是不是？又走了。玄妹欢迎。玄妹来捧场。你呀、啊。说。姐姐的手除了做发型和弹吉他以外，还会什么？她还会修。班菜。修高丽菜。她会修各式东西。搬水蜜桃，搬竹笋。骂阿丽。给阿丽一巴掌。你这个不干，咋不干？不是亲姐姐。他跟我长得太不像，但我们都是泰雅族的喽，干叔啊！我们才不泰雅族哎、欸！你是台湾呐、啊，台湾的。我们是台湾混泰雅，还有泰鲁格。为什么姐姐像男生、啊？表哥。啊？他说为什么姐姐像男生？啊、因为他很个性。就是啊、就乱讲。会缝衣服吗？哦，我不会，我裤子都破了，我都没有缝。他喜欢破破的。哦，对，我喜欢。没有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喜欢破破。选一位。刚播吗？什么叫我勉强选一位？选鱼位哦。他说我勉强选一位，他是以为我的行情有多差。你不要以为你的行情很好，好吗？是我要不要而已吧。哦，先安静。刚播吗？播一段时间哦。谢谢追踪啊 ，JOAN 啊。我也是混血的，忠孝东路混屏东路，厉害哦！厉害厉害，小易欢迎，现在在公司播吗？没有，自己家里播。没礼貌，欢迎，没礼貌。怎么啦？我就不会说台语嘛，我不会讲台语啊。不要讲。啊，我不会讲台语啊。台语。还有没有？她是我姐姐，她们一个是我姐姐，一个是妹妹。姐姐妹妹，站起来！二人骨苹果宝贝，欢迎妹妹。为什么进来都不丢回去？她没钱。我们家很穷，没那个。她说为什么妹妹进来不会丢？火箭没有看到，我是在丢一个什么？初心者会没有啊，璇璇不会在上面丢火箭，他会直接在现实生活中对阿丽丢火箭。他会在丢炸弹，我会直接丢那个电棒卷，好血腥哦！应征男友的人排到火车站了，他说你的，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这样有失公允。哄哄爷爷子。你的账号就这样被我打到烂掉了。Okay, 谢谢。哎、欸，你在干嘛、啊？没有，这个是那个重播。观战。好好看，姐姐很棒，姐姐好棒，棒。我觉得你想要被电到，我被烫到，我就笑你。我已经被电到爆炸头了，你没有看到吗？Hello， 走开你的脚啦！太用人了吧，烦死了！这样怎么样？你不要，我不知道后面没烫。哎、啊，你觉得 OK 吗？可以，很棒。我帮你把那边烫平。姐姐，你要跟我玩荒野，你不要只帮他弄头发。你有 feel style 吗？我只有一个人呐、啊，你们两个不要一直抢啦。我要哦你你不要抢我姐姐。走开、啊 oh. ！OK 吗？这样。后面来用一点。今天一定要自拍，我喜欢自拍。不想理你。我觉得这里要这样子，要烫弯。嗯。
你们家我要哭了。哭小屋，哭小小屋。谢谢肉骨茶，郭小青，谢谢你的肉骨茶。他们说今天要自拍，哎，可以借我的手机吗？不行啊，要多少种自拍？你没有看我在看直播吗？刚才在看我，我在看主播哎、我先拍一张照。哦哟，哎，他这只手机很厉害耶。我也要，我也要。我先拍我自己，哎，好好强啊！是谁回我？你看，他说什么？哎，看不到。我先最后一张，你要反那个啦。你不要拍姐姐啦，她就已经长这样子了。好，可以。你给他们看，你给他们看。对啊。好，这样。这灯要关掉才看得到。看得到吗？你可以点吗？那个。不行。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看不到。Hello。姐姐刚刚很紧张哦。他说：“嘿，妹妹可以入镜吗？她不行入镜，她真的丑。她不要吵啊！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还敢说我丑啊？拜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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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看妹妹吗？妹妹就长样。妹妹就跟姐姐长差不多啦，就是也是明明的。她用声音入镜。我妹妹跟我的差别只有她头发比较长，她长得比较像女生。然后我厚道。自我伤害。他做人很厚道，从他的长相开始做起。妹妹的额头进来了。为什么是来个蜡笔小新？嗯？为什么是蜡笔小新？那你学蜡笔小新讲话，你会吗？妈妈，我回家。妈妈，你回来了。是吗？是这样吗？小心讲台语。妈妈，姐姐好厉害哦。因为妹妹如果入镜的话就可以打阿丽了。走开啊，丑女，丑女。我觉得你等下下播之后就会被我赶出这间房子。是我要赶你，这种房间哎，谢谢。等一下，好，先这样，等一下你播完我们出门再那个。OK， 谢谢。后面一大把都没有用，不要往前放，后面一大把没有用，不要往前，后面一大把都没有用。奇怪，我自己用。我看一下，你看这边，你看这边，看这边。对啊，你看你刚才叫我烫这边，要这样子比较好看，这样子就会有点多。他好可爱哦，最爱阿丽的娇娇小朋友。啊，娇娇，娇娇来了。妹妹入镜香槟。如果绑这样就很可爱，你看。哎呀，可爱。可是不要绑，头发就会这样。如果要绑的话，这边也要卷。好圆哦，阿丽。现在是欧美系。有吗？你这样，欧美系的表情，就是要这样，这样下来一点。放松脸部，你的唇部要放松。这样。OK， 这样。这是两个。OK， 好美，赶快截图。好，然后再一个，再一个，这样。截图来，开始。啊，太好笑了。Beautiful girl. Perfect. OK. 通常现在用完呢、啊，就要喷发胶。你后面都没用，喷什么发胶？来。哎、欸，我要疯了！为什么我昨天发这个？嗯。我昨天发、这个。啊！我的眼睛。然后你眼睛闭起来嘛。看了，你叫我看，一直看，一直看。我不是叫你，我是叫我姐姐。会硬掉啊！没有，不是这样就会更蓬。会硬掉，这是爆炸图哎！我昨天发这个，然后有。哎妈！你闭眼睛。然后嘞？到底怎样？然后有已经有三个人、四个人说为什么是姐姐在拍照？你看右边跟左边的差别，它会变得比较分明。你转右边，转右边，你转左边，你有看到吗？嗯。好 ，OK， 没事，我只想示范差别。那你可以喷另外一边吧。哎、欸，好硬哦！是有多像啊？你会觉得像阿文吗？有一点像。哦，好可怕哦！可能没头发吧。
他长那么丑，太怕。我看看，我看，可是这样子弄起来感觉就直掉了。对啊，你的脸，你的脸呢？走开！你不要这样弄他，这个很烫哎、欸。对啊，卷度好像不见了。没有吧，依旧。因为他的头发太黑了，而且又没有层次，所以就会觉得不见。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露出来？我刚刚就跟你说，露出来了。我觉得你要去剪头发，不然你的屋顶都这样怪怪的。对啊，在屋顶唱着你的歌。OK 吗？谢谢。姐姐，你可以跟我玩了吗？我也要玩，我快可以了。你等一下啊！奇怪，姐姐你好，你看。Hello， 李佳汉，欢迎。姐姐，你那边可以充电吗？嗯，你的话没电了。你们觉得姐姐烫的怎么样啊？喜欢的双击666点赞。方言好了。喜欢的可以找姐姐去帮。哈利的屋顶上唱歌。你是说在这里吗？这里。对啊。好笑。我自己烫的，试着烫的。老铁们，走起！双击666点赞。好了，你不要这边踩。姐姐，姐姐，你有看过这个吗？感觉可以直接拍 MV。你看着，傻眼！姐姐，你看，这感觉就是你姐会做错的事。他是故意的吧？他是不小心。我觉得他是故意的。OK。我也觉得他故意的。好 ，Shall we go？刚刚那个启动声音好像荒野的那个启动，你才是中毒吧？我已经点进入游戏了，你直接在游戏里面邀请我。我也想玩。No way！ 等下谁可以陪我去源头啊？你可以 work hard 吗？看阿丽直播到现在，几乎都在弄发型。有吗？我刚刚前面是在聊天呢。我前面本来在聊天。有蚊子吧？不是，是我前天去那个。陈满，你会唱歌吗？我会唱歌。我要唱歌，唱歌给你听。你想听什么歌啊 ？Hello， 卢卡又来了，不要再弄他，时刻都在出坏。好 ，Sister， where are you？ OK， 我姐刚这边没用到，不然打你。Hello， 阿如。Hello， 卢卡。卢卡，卢卡，卢卡，卢卡。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快速减脂？就不要在那边吃。你不要一直在那边吃那些东西就可以了。来手是不是有点心动？动心呢、啊？蒸鸡或剪纸本来就是都需要。我真不会用，不要用，能用。嗯。我看，我看，嗯，好饿。你到底要干嘛啦？哑巴了你。很疼疼你去。提嘞提嘞。提嘞，提嘞不是那个阿妈。提嘞。啊，刘有没有教过刘家泰？没有哎、欸，其实我在团里面很少会讲泰雅语。我发他，他要、嗯、要他教我日文。Hello Kevin，、嗯、Kevin 那边、okay. 可是有点蓬，觉得你要去哪？我说跳出来。Oh oh oh, get it。太蓬了。How？ 但我觉得这边。可以，
How to sister？ 在大厅啊，大厅。返回大厅。哦、oh, ，OK。就是这样，翘起的感觉。你现在玩匹配的是不是？不是啦，玩错就对了啦。So this name。Hello， 会吗？会唱歌，会唱歌。到几点啊？到一点半。我要来念，今天来不及丢了，没关系，娇娇，没事，娇娇。还是你随便唱。嗯。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你可以去我的 IG 听我唱歌啊，好吗？哎，今天发现了陈小新换了我的大头贴，而且好可爱啊，很可爱耶。好了，我要来念榜咯，可以来念榜了吗？水锤欢迎，我要来念榜了。没关系，没关系，娇娇，你有来就好了。你等下去上班了？嗯？你等等要上班了吗？是吗？法兰克华，你要下了？对啊，差不多了。今天跟他们熬夜，今天卷发的你更美丽，谢谢，谢谢保护队。Sister， 我刚刚下载那个都市的那个版本。谢谢法兰克。Okay. 等一下要上班，我是说娇娇。娇娇是不是等等要上班？没有，住很久了。Really？ 好，念榜了。大到就是，而且建筑物太密集，就很难设，不好玩。日榜从第十五名开始好了。第十五名是朱里安，谢谢朱里安。第十四名是小青坡，谢谢小青坡。第十三名呢是阿如，谢谢阿如。第十二名呢是柳晨，谢谢柳晨。第十一名呢是变成新鲜柠檬，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第十名是一八四边缘人，一八四边缘人，谢谢你。第九名是尼哥，谢谢尼哥。第八名是富伟哥，谢谢富伟。第七名是 NING 命，谢谢 NING。第六名是田中滴滴王欢，谢谢。第五名是林小朋友，谢谢林小朋友。第四名是陈，谢谢陈。第三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二名呢是凛凛的单纯天真可爱小保护队，对。第一名呢是我们的陈家树陈小溪，谢谢你们。哎呀，多萨西玛是吗？是这样念吗？我不会念。你都不会念了，我们也不会念。嗯。Sister， 你下楼了吗？加速，你放的大头贴好可爱，我喜欢。我喜欢，我变成小保护队，我念错了。二十五名吗？我看一下。从二十五名吗？二十五名是。卢卡，谢谢卢卡。二十四名是草莓酱，二十三名是尤小尤，谢谢小尤。第二十二名是膝盖帮，第二十一是本源生态，第二十名是九蛋，第十九是金柚，谢谢金柚。第十八是昌神，谢谢昌神。第三十五名是会员，第三十四名是浓眉，第三十三名是冰，谢谢。三十二名是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谢谢。第三十一是 D， 第三十名是阿文。你好忙啊！都在念吧。加油！辛苦啦，辛苦喽。认真。谢谢 AVIS 的香槟。西北三十五之类的。声音吗？对。我看到人了。谢谢 AVIS 的香槟，谢谢。第一次看到你。
Hello。哇，太多了，太多了，太多香槟了。谢谢 ABIS。好了，好，可以，就这样，谢谢你。不要再送了。可恶，我刚有看到人的时候。没关系，等一下他，我关掉直播，他们就完了。ABIS， 好了 ，ABIS， 我要关播了，我要关播了，我要关播了。你不要再送香槟了，你应该直接冲到第一名。没有啦，太好了，突然又中，但不要再送了，好不好？拜托，拜托你。时间在哪？敲敲你。狂，真的不要再送了，好吗？你很。对啊，他第一名，好，第一名是 A V I S， 谢谢你，好喽。然后要跟你说，你要常来看我，但不要一直送礼物，你要陪我聊天哦，好吗？快，你要跟我聊天了。真的狂哎，他被我射死，好，他真的很狂，他直接让我进最强新人。嗯，他说嗯 ，Hello， 我要怎么称呼你之类的？我开车去找你好了。他直接让我飙到最强新人，不要再送了，有人了，有人了，我没有要出去玩，我才没有要出去玩呢。在东南120 ABIS， 我要关了，我真的要关了，我真要关。他很夸张，有一个人送我礼物送到发疯，他一直送啦，他直接刚直接第一名的，你看，我刚买的第一名是陈家树，然后就他现在直接才短短几分钟，他就送了太多的香槟，你谢谢他，我要谢谢他，我叫他不要再送了，因为我太多了，下次你再来跟我玩，好吗？好不好？这样我也不想关了。好，那我就谢谢你 ，ABI。他一直送怎么办？快点！他一直送，我现在心脏要爆掉了。我真的我等一下就要下播了，所以不要再送你。你下次再来陪我聊天，不然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聊天。真的 ，Hello， 早安，欢迎。等一下就会很多人进来。那你就多陪他们一下。我在陪了，陪林小鹏。你要去哪？我等一下要去。我们要去哪？对，我们等一下要去。哎，我等一下要跟我姐姐妹妹出去。走走，天气好，去走走。拜拜，卡卡罗特小朋友，拜拜。指南针。哦。哎，你这样拜拜，柠檬。拜拜，毛良。拜拜，朱里安。全拜拜。我打嗝，空白，拜拜。你要多撑半小时才有路人来，没事没事，我等等就关了。拜拜，上班去，娇娇拜拜，难得看得到你。下礼拜，我什么时候直播？之前没看过，真的吗？那你要常来看我，好吗？引人吸引人的在哪？昵称吧，欢迎企鹅，欢迎。我看一下我什么时候要直播，等我一下。几号？5月9号8点。我下次直播是5月9号8点，礼拜六。晚上8点，对，谢谢娇娇，谢谢娇娇，姐姐，有人，谢谢娇娇，对，像娇娇说的，我礼拜六在哪？礼拜六晚上8点有直播，你可以来看我，陪我聊天。两天后，对，礼拜六，周六。完蛋，我刚刚没有捡到那个补血的吗？补血的东西。我也没有，你赶快去捡这3个箱子去那个。好。
晚上八点，这么久？哦，就是，但我下次可能会调整直播时间，所以不会这么就会常常开啦。因为我最近就是一天都会开个很久。对，我的官方 APP 都会有时间表，你可以上网搜寻 AKB48TV 官网。然后我叫林婷丽，是二期生。你也可以上网看我的 IG， 我的 IG 叫 AKB48@ 哎是吗？不对哦，哦是 TING_LI AKB48TV， 好像是哦。很少玩那个，啊，因为我常在那边发影片嘛，就是发自己的照片，发唱歌、发跳舞什么都在上面，可以去看一下。你有上，我应该都会看。谢谢你 ，A V I S， 谢谢。我有了，那我这边给你一个，哪里？没错，我不是靠浪 Live 直播工作的。团体有听过吗？要开团吗？哦，有人，在哪？还有三分钟就要关了，三分钟。偶像团要点吗？没错，偶像团在哪？小兔欢迎你，你要常来哦。一比一欢迎。姐姐他们在吃鸡，没错，他们已经玩了好久。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宣传安利，差点拿到光荣的哈罗王宝座呢？不要，会不会常来还不知道。好知道了，谢谢 AVIS 刚刚送我这么多香槟，谢谢 BBB 欢迎。前面有死掉的娇娇，你不用常来，这边应该都被剪完了。我每天都感觉都你在旁边的样子，因为你一直会来找我，只要你可能我直播然后你没来，人家都会帮我请假。要往哪里？小心你不用说了，陈小心你呀，我已经熟透了。哎哎哎，等一下，我刚刚没按到。宣传一下，晚上八点会有被你的幕后直击哦。哎，是有吗？今天有吗？今天可以看 YouTube 的。你剪了？打 AKB48TV 官网都会有我们的影片哦，可以去找。这样很灵异，感觉都在旁边开玩笑的啦。肉肉，熟肉，汉欢迎。就好，声音一点点录。你车子反而有声音。Hello， 灰灰，我在旁边乖乖的。AVIS， 你看他送我很漂亮的那个香槟，他已经送了大概将近十个以上。我真的觉得太苦了。好了啦，好了。你在哪？啊、好了，把它关掉。我这样子，我真的根本关不掉，不然它等一下又一。我要关喽，真的是六连击耶，潜力榜第一名，都是因为 AVI 什么 AVIS 送的。你有看到人的是？听到声音的话 ，AVIS 直接让我冲到第一名。原来是他送了很多东西，他送了很多香槟，他应该有十几个以上啊、哦，真好，谢谢。然后就不要再送，就停了，好吗 ？OK， 好、哦，我要关喽。你工作是做什么？收小弟吗？陈小新。好了，我要关了。关了。再30秒。
要走啦，对呀、啊，工作时数到了，下班了，我下播下班了，舍不得啊，是不是舍不得？怎么狠心离开？因为有事要办。就跟你说，你下次来没？礼拜六来找我聊天没？好不好？你不要送我，你不要送我礼物，你陪我聊天。下一次就是哇，不然就把你出镜，不能再来直播间。你只能打字，不能送礼。谢谢 ABS， 拜拜。Hello， 世学，你现在进来，我已经要走了，我要下播了。拜拜，拜拜。再给你们截图，等下我声音怎么沙成这样？再给你们截图，星期六见。拜拜，拜拜。